来西亚这边的华侨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亚洲大学国际学院，我是副院长吴文琪老师。那这是我新上任，这是我的新职位。那我8月1号才到亚洲大学，然后马上就来这边参加这个教育展。那我非常高兴我一上任呢，我就有机会来到吉隆坡，那后天要到槟城去来这边来马来西亚的华侨来招生。那我现在介绍一下好了，我们亚洲大学，那亚洲大学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学校，它是2001年创立的，那到现在有15年的历史。但是不要小看我们哦，虽然只有15年的历史，但是呢，我们的办学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成功。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学院好了，我们有5大学院。那亚洲大学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2个学院是非常非常的具知名度。我们有所谓的College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那就是所谓的医学跟看护学院。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我们最著名就是我们College of Creative Design， 那就是我们设计学院。我们的设计学院呢，每年都有学生参加德国的红顶大赛的一个设计奖，每年都有得名。那亚洲大学呢，我们的董事长是跟了台湾最有名的中国医药大学，我们是同一个董事长。那我们就现在2个学校合起来叫做中亚联大，中呢当然是中国医药大学，亚呢是亚洲大学，所以我们结合了一个姐妹校。那我们亚洲大学的附属医院也在8月1号正式成立，那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我们的医学院还有我们的设计学院都是非常的亮眼。那当然除了这2个学院，我们还有另外3个学院也是非常的有具特色的，我们的管理学院，那我们还有人文跟社会学院，那还有呢我们的理工学院。所以这是5个加起来5个学院可以提供很完整的课程非常完整的课程，让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华侨学生呢来供选择。那还有我们是一个非常走国际化的学校，所以我们在整个国际方面的，不管是国际的一个交换生留学生，还有我们的海外志工，我们都做得相当的有声有色。那这边呢，特别给马来西亚的那个华侨或者马来西亚的同学想要来台湾亚大念书的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呢有非常好的而且很棒的那个scholarship， 就奖学金呢给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特别给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OK， 如果你有拿到的奖学金有最好的奖学金是学费全免，但是你只要是国际学生的身份呢，那个奖学金最差的奖学金都有这个等级的话，那就是学费一半。那学费一半我算过了，一年只要你们马币5000块而已，一年的学费哇！我想马来西亚的学费应该都没有这么便宜所以来亚大念有好多好多的好处而且最好的是我们的校园呢非常的漂亮，看一下我们的校园这个校园是台湾的私立学校里边校园最漂亮、最具特色的。那我们每一年呢，还有会邀请很多国际有名的大师来到那个我们亚洲大学来做讲座，所以呢，南亚大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的排名，全世界的排名在亚洲里边呢，我们亚大都排名的前100名以内，那在台湾呢，更是都排名的第10名，所以来亚大有好多好多好处。各位马来西亚的华侨们，如果要来台湾念书，记得一定要来亚大，谢谢。